山，五点四十四，我准备去拍玉龙雪山了。我上次从千鹤里拉花了700块钱的打车费去看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，4点起的，结果被一道云给挡住了，那个金山只露出来一个小尖尖就结束了。网上说只有有缘的人才有机会看到日照金山，我这次提前看了，今天全都是大晴天，所以时隔半个月我又来了，这些全都是排队看日照金山的人。雪山，哇，马上就日出了，7:20，还有10分钟。云看雪山的姥姥刚睡醒，我先整理下发型。万里无云万山人，真的有戏呀、啊！但是人好多呀，看了这些人，你就会明白，那些空无一人、经历只有你自己的日照金山，实在是太难实现了。我突然来看的。这是人头，要开始了，那么亮了。后悔没有带支架了，只好手持拍摄了。我看到了日照金山。据说看到日照金山的人会幸运一整天，还是不是幸运？带给你们。